各位老师呢，您待会呢进到这个网站哈、OneNote 1234的一 Keynote 点 NET，那么你进来之后呢，您有几种方式可以选择加入，一个呢是用比较标准的会员的方式，啊，你点到这个会员登录，哎，对了，顺便跟老师提一下，OneNote 最近应该今年会把它改成就是完全免费的，好，就是也就是说它现在这个目前你现在看到是有付费跟免费的账号哈，但是它今年应该会变成完全免费，就变成说你可以免费账号就可以用所有功能。那它会就是用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学校方案的方式来做它就是另外一个收费的机制，不过在这个上面有机会就全部变成免费，它官方网站上目前已经有公告，只是程式还没有完全修正完成。好，那您可以选择用上面的这个，用这边社群的账号。登录也可以，好，那但是比较不建议老师用 Facebook，因为有些老师的 Facebook 在那个隐私的部分设的比较严谨，所以他就有可能会登不进去，就会登不进去啊。那第二个方式呢，如果您觉得说，哎，我不想要跟社群账号做整合，您也可以直接用，比如说您学校的信箱，好，学校信箱来这边按一下，这里注册，那甚至呢，比如说你有 Gmail 账号或者雅虎账号、Windows 账号，我不想要跟社群整合在一起，你也可以在这边就直接输入 Gmail 账号也可以。那这种方法，它会寄封认证信给你，所以你要去收信一下，这个是比较正式的方法。那今天呢，如果老师反正先来看个热闹，来玩玩看的，没有关系。OneNote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访客。像我在那个一些研习的场合，或是像协同教学，在高中时我们会有所谓协同教学，同学现在很多都是什么，无 email，加 line 加，那 WeChat 啊之类的哦，啊，所以他们就不太想要用他们的信箱注册嘛，你到时候带他信箱注册又麻烦，怎么办？就产生一个通关密语就好了，所以这里按一下，这个会产生通关密语8位数。好，8位数，那他只要把这个8位数记下来，然后呢，下次用相同的代码打进去就好。那老师一定会讲，同学一定记不住，对不对？我跟你讲，国小的一定会记住。那同学会记不住的，你看我都印出来，我上课就要带这一张去，因为一个礼拜上一次的话，或者隔一段时间，他又说啊，老师我都忘记了，所以我都会带把它印出来。好，那像在国小面，其实老师也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信箱的问题嘛，对不对？好，你看哦，我来按一下，有没有产生一个8位数代码？那你就把它记录下来，按下我了解了，这样就可以进到系统里面。所以这个是 OneNote 跟一般的那个平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它即使用访客也可以做到很多功能。那一定有些老师就跟我讲，老师拍谁，好多代码没，因为是我产生，不是你产生，对，来看一下右上角。有没有看到右上角还有代码？对不对？所以一样在这里。所以当老师您进来之后啊，麻烦你先在这里编辑一下个人资讯，因为这样也不知道是谁嘛，所以你按一下。有没有看到这有姓跟名？好，就麻烦你填写一下。那它本身呢，您用代码的话呢，其实在这边你改了之后，上面还是可以看得到你的那个代码在哪里。好，代码在哪边？好，那这个是方便我们知道说待会老师进来，好，老师进来的那个。那么好了之后呢，老师您进到这边之后，其实 OneNote 啊，您看这里有很多，这些都是别的老师的，也就是说，其实您到这个平台，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什么？老师有印象吗？没有，对不对？啊，那呢？你也可以这样教，不要，我也这样学啊，因为它就是好像一个所谓的数位学习平台一样，哦，所以您可以在这边。发现这边都是公开的，这边都是公开的哈，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三种，第一个单元就比较小，像我们教材单一个教材那种概念，那课程呢就是像您现在看，哦，认识动物这是一个课程，对不对？然后呢，生物环境这样一个课程，那一般来讲，我使用的话，我是群组用的比较多，也就是说我的课程教材我都已经放在这个课程里面了，然后呢，我要上课。我就经营一个班级，用群组的方式，那里面会有比较多的互动，好，会有比较多的互动哈，所以这样老师 OK 吗？
可以大概了解哈。那待会呢，我们今天研习的群组在哪里？在这边，你按到群组这边，我已经把它开放了，有没有看到了？我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才公开，所以永远都会在第一名。好，都会在这里。好，那你就可以点进去。啊，有些老师走到这边就以为到这里门就会自动打开哦，没有，请你记得按加入好吗？有加入才有进到里面。好，那点进去。老师今天手上并没有拿到研习的讲义，对不对？因为全部都在上面了。好，都已经在上面了，所以您可以到这边，它有最新消息，有所谓的任务，就是我们主要教材。好，那你往下走，有没有看到这里有这个？好，我们的简报，很抱歉哦，我现在比较少用 PowerPoint 这一类的简报，我比较常用这两个，还比较常用这两个，待会我们给各位看一下，你可以先看。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研习也有准备一个互动的白板，哎，平常教室都只有一个白板。同学敢不敢上来写？敢不敢上来乱写？不敢，对不对？好，你们都点一下。所以呢，您如果在我们这个研习过程里面，因为你万一不敢举手，对不对？没有关系，进来，你看，你会看到我，对不对？我在这边，我另外的账号，我也会看到他。但是这个是迷路，有没有？反正你进去，他会给你一个代号啦，所以没有人知道你是谁。除非你自己承认，那同学对这种匿名，他就会觉得比较放心一点点、哦、所以呢，您进来之后呢，如果您想要等一下，我等一下把它开放一下、哦、我这个应该是可以编辑的，我等一下把权限开放一下，就是您在这边待会应该会有看到这样的工具，好、哦，您可以在上面呢，像我们的这个文字工具一样，直接上面留言，这个大家都会没有问题，好、哦，像这边直接。然后设颜色啊什么的，那再来呢？如果你觉得啊，那北邮你哦，我觉得我想要用画的，你看这里有没有涂鸦的？哎，你也可以用画的，因为有些人画的特别厉害。另外，如果你觉得这样，别人的有挡到我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移开一点。好，反正都是互动的哈、哦。那我现在因为一个人在用，所以你不觉得怎么样？等一下大家一起进来，你就发现我也可以看到他，他也可以看到我。这白板是互动的，好，不够大我们可以再变大。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啊还不够，你也可以怎么样，用图片直接复制进来的 Ctrl 加 V 贴上，有没有图片就进来了，所以你也可以抓图片也都 OK， 这样那就麻烦老师您试着加入一下咯。